112，雨天和冰雪天车辆的纵向安全距离分别是干道路面上的。这说的就是什么？雨天和冰雪天啊，跟车距离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是多少？是干道路面的 1.5 倍和3倍。这个怎么记呢？咱们想雨的拼音就是一乌雨，一乌雨，这个数值也就记下来了。